因阮就真正买得着，甲普通店、甲普通人拢无相像。所以，咱透过咱千年大店，透过咱咱地方咱的经理，咱的前进，咱的前进，甲咱开始去开，就是要让咱了解到宝贵。啊，我们了解到宝贵，咱也无去做，迄、那个宝贵人敢知？所以就是咱爱认真来行，认真来做，做多做少无要紧，你只要有去做，啊，愈做愈心诚，大愈做愈爱做，唔使哦，大家甲人讲，愈做愈欠愈吵架，愈吵架愈毒愈难吃，是呀，有愈欠愈吵，有毒愈毒愈难，你的愈吵，你的自修的境界大愈快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袂使不了解，哦。所以游客爱一定爱有用，有刀爱有剑，有刀袂使无剑，哦。自身是客，自身是客，那发心是定之用。自身是咱的本体，哦，因为咱来到这袂卖久啊，袂卖久，十万多年来，哦。我相信讲，足济伫三山坡前离开老母娘溜来较近，无得去嘛足济啊，从我曾经拢发现。哦，所以家己安尼讲，咱着即个多宝贵，我着足满意个，足满意。所以人讲，儒家个英文，儒家个英文，多讲在书面，儒家英文，所以我家己安尼足满意，因为。我本来就无了解，哦，本来就无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足爱看一本书书，足爱看一本书书。人讲儒家的英文足重要，就以书书为体，哦，以书书为体，啊，就足爱看，看了搁再看，看了搁再看，慢慢仔看，啊，慢慢仔去甲体会，啊，慢慢仔去甲了解，哦。所以呢，咱遐大来。安大来，杨凤山先生带咱西村徛好，带咱西村卡，甲较早人讲阿妈过来徛好，哦，啊，足济拢去拜祖老师，拜祖老师，带咱福建林太太，林老伯，林老伯啊，哦，我拢叫伊是神职啊，啊吼，伊嘛拢去探诶，啊，我若着红包咧，伊若来我食咧，食咧。我就不明白，我讲这个啥，爱做做味的阿公，哦，所以呢，足济，我西村教足济，我大哥足认真啦，哦，所以自身是体，啊发心是体，是咯，明德为自身之体，明德，啊，所以大家呢，清楚做大家，伊就把浓缩到出来，将文艺规篇把浓缩到出来。所以大家知道是要在明明德，在明明德，比生活咱变咱的明德。所以明德是咱的啊、哦，是咱自身之德。比生咱的明明德，啊、哦，明明德你若明德你若无明，你就去亲民啦。啊、哦，就是讲，拍字你若不要识字。你不要讲去维强，这一定的道理啊！你贴得无面，你叫我怎去讲用造出来啊、哦？所以亲民为发生之用，亲民达到生之用，所以咱来了解啊！啊、哦，所以道体常之不变，道体就是永远是安，道体永远是安，常之不变啊！哦常就是不间断，无断去，啊未变，未变。平均一跳，底下就是底下。哦，自信住底下就是住底下。哦，无去去住别位，自信无去住啥地方。哦，点高人点低人点低人，你人要做大件，咱那么贪会发财。哦，弘忍大师就用卡西甲围起来。
嘛是点伫遐尔，是咱无看尔，嘛是点伫遐尔，吼，无小声，吼，所以呢，所以，这个高高低是常理不变，你们知啊？那么德用是贬值有效，到咱那天功夫天德的时阵，就贬值有效。对这一方面，咱讲三百十度，咱拢可以去定定走出来，定就可以做，变通办法去做德的功夫，去做德，所以德是德用是贬值有效，咱有头脑，我都去做，咱就尽量去做。做这方面拢会使，这个拢会使，所以呢，这用是变之有常，天地常不变之书，天就是常不变，诶，这个就书，有影无？春就是春，啊，夏就是夏，秋就是秋，冬就是冬。哦，孔圣人有一日，大家诸侯讲，那个诸侯讲。讲事呀，无欲无念。主公甲讲，就甲回面回得转来，甲问老师：主欲不言，这小事不是了。老师，你若唔讲，我唔知安怎去做啦。所以，孔夫子甲答主公讲：天何言哉？事常言也，必不生，必不生也。天何言哉？上天的事，上天的处事改变无？啊，有咧讲话无？伊就是要激活主公，激活了解，但是主公是趁钱尔，就无法度去了解进一步功夫。到孔子归孔了后，主公问他讲：主公谈论，不足之文章可敌其文，不足之言显乎天道，不可敌。你在出感叹，我谈遐个是要怎啊话？辅助的文章可敌其文，但是辅助的讲显得很多，不但可敌，还听你都听无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伊赞助无够呀。唔是老师在讲，特别去来讲吗？无啊，你要看，伊要传达清楚。因大陆伫遐，辅助出来要来讲，参谋何多伊个关系？别人拢听无，别人拢听无，种地主拢听无，独独真惨听。所以著出文人文化，辅助出来了，种地主咱来问问惨。辅助在讲，老师在讲，伊哩关系何谓啊？主动来甲讲，辅助之道，用事之义，辅助的道是用事。所以孔圣人他一贯之道是知道之体。真主呢，听了后，因为足地主听无啊，这还是即摆听无，所以就甲转为德之用、道之用，用中术哦。所以尾啊，写中庸，朱熹达讲：中术以为道不完，施诸去以不完，亦不施于人。哦，真啊，这朱熹达搁甲甲转，达搁讲话甲了解。中术不是真正道的体，中术是为道不外，中术是道之用，不是真正道之体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大中庸，大学中庸《论语》《明主篇》是互相交错，互相交错咧，讲这个道的宝贵，甲这个宝贵，安尼样，所以咱定来定来了解，所以讲。这个《论语》讲到尾，不知名不由君子，你爱知了解天命，啊了解你的主命，了解天命，你要实行君子才有法度，你无了解天命，无去接触个真正天命，你就无法度能成为君子，因为在亲民，在知无忌先，这个对啦，这个《论语》呢第三章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凭自反拢来配合，人不低于部分，不亦君子乎？最高的境界是要达到君子。讲圣人来甲咱讲啊，圣人无得果，不得其见智，得见君子者是可，得求君子对。
啊，所以咱也当得个分子功德回来，哦，不生善嘛生缘，不生缘嘛等于到西方，哦，免阁到遐轮回啦。啊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会使多了解啊，哦，所以天理不变，天理变之有常之规，你不变，但是伊拢照这轨道在西在行，哦，在行。便是有常之规则，哦，所以春天啊来，就一定，哦，春天就会靠南风；夏天啊来，就一定靠南风，这一定的道理。一半一个变化是一定有诶。秋天啊来，哦，就靠西风；冬天啊来，就靠南风。哦，所以便是有常之规，哦，便是有常之。啊、哦，这一定道理啊！万物生于有用，万物互你生，也够咱个人栽培。人为万物之灵嘛，是生于有用，是你家己无觉醒，而且继续互卖卖，你就自由轮回。所以上天无另外对善恶，上天对万物嘛无另外对善恶。你讲这只是毒虫，伊有无倒水互食无？这丛草就是皮啊，哦，唔是真正切啊。伊有特别讲，这丛互你刨到死无，对万物无益，无益无。哦，所以呢，生体有用，今年发天之体，后地之用，咱人也好了看，只好了看，上观有天，下察有地，哦，何以方地？做八卦嘛是仰观太天穹，下观地理，带来画八卦，带来做八卦。所以难得难处，这块地理无错。哦，地理无错，三地八，到尾咧，变过转来，行到地理窟，走出来就行地理好，行地理好。那么行入地理好，就是。坤卦爱看的，哦，中土爱金，不得金何为生？哦，你也看，第二个卦，顶面五爻就是阴爻，下底一爻就是阳爻。你伫西方直接对落，西方直接对落，对落到中土哩，去有天有气病有不了，来给你看掉的。啊，看掉变怎样？你一家爱慢慢学，慢慢学，慢慢了解。所以孔圣人在俄罗斯话：“三月不为人，叹讲四月，叹讲五月，再讲三月呢？因为到第三，到第三爻已经跳出火焰，哦，到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哦，到迄落啊，这天啊，这地天。”对啦，啊，到这雷天大众，到雷天大众，哦，雷卦、艮卦是顶面天卦下底，啊，到雷天大众，雷天大众应该讲天劫无缘，已经跳出这个火焰中，所以空性人在五六万年三卦无非是，啊，这拢是圣人讲的《论语》内面，只是咱唔知去家己。所以一旦信他讲，闻过去之心可以为思维，看过去圣人写落这物件，可以做咱的老师，可以做咱的老师。哦，所以咱要去了解，所以呢，爱发天之体，啊、哦，发天之体，要得后地之用，积怨万事，就这来慢慢学，慢慢了解，在这个世间内面。变化这么多，咱大家叫他买。所以是对万物之灵，哦，时空限制，借着这个天窗，做一个比例来延绵，得正就感化了。空性灵，咱借着这个天窗来光明，这个得正的感化力，得的感化力，啊、哦，这特别重要，啊、哦。所以得正的感化力，正即为人性。正就是正，
要还做食。咱出来为情义德是做食，就是有德，啊，就是有德。所以正人是不正，所以咱大人来祈祷，就是可以伫礼拜当中先醒起来，啊，可以来当做迄个对的代志，唔对的代志放弃。所以正人是不正，啊，正人是不正。德之归人德，德就是德，德就是德，啊。行道有德有心，不是德；行道有德有心，行道咧，咱拄好下咱的良心，安尼叫做德哦。所以德正德为正，则不同之外，咱若一点一点来做好社会，做好兄弟姊妹，大家呢无形中感觉讲这个人有福气哦。不言于心，你唔免甲讲，伊就会相信；哦，唔免甲讲，伊就会相信。哦，无为于心，无一款无相信，伊就会受到你的感化。像阮听王和平先生，伊在做人，就是足济人问讲，伊奇怪呾安尼，伊吓，伊过去是七多人，介绍嘛，讲着是排拢走到人。讲着小黄走到哪只，唔过自丢到以后，一百二十、一百八十度转变，一百八十度转变，所以大家拢足无乐意。有迄个人，伊来去甲讲，啊，伊就来问伊，一定来甲招来丢到，伊就甲招来丢到。一来我招伊丢到的人，哦，伊就足用心去甲栽培，啊，伊就给我做生意，我就开始。伊就讲无啦，今仔日互你报，我今仔买。我讲你今日买要创个？伊讲我今仔日买了二十包，你带七块啊？我问你要交三块钱？我讲你就三块钱。哦，我讲要创个？你要几千块块刀呢？伊我都带两个人去水，再倒过来五百块来吃去水八两刀。也就是全部啊，带一身船。啊，伊身船唔系倒喺有限个所在，伊倒一堆。大家都知啊，哦，他厉害，伊就是做人好，啊，人看伊，哦，伊的行为好，所以想改变了，真正做人好，所以咱了解了讲，道亲咩？道亲，那去甲听药食，听听下，别提钱话，三两只先食看咩啊？啊，别食，唔知有好不好，就讲伊咩代志，做安慰，哦，啊，就开始，食先来讲过，好，袂歹哦。你要讲要搁吃，讲无法咧，搁点两只。伊讲啊，偌济钱？讲无要紧啦，只只后日搭车做伙算啦。讲后日搭车伙算。啊，即款来过来家听吃，只只啊，侬讲偌济？好啦，变好好啦，免提钱啦。咱做人有较好，较好开放哦，去开放，开偌济？开放去开偌济钱？所有的钱嘛，得开放去开。一千八百万，你开了。这事情你最怕人知，伊都叫我，叫我听城里啊，啊，迄厝拢过期啊，哦，啊，车钱拢摕出去啊，啊，到尾啊，伊规讲伊人死钱所赔啊。我问伊后生讲，啊，你老爸要存偌济？无啊，伊都无存钱入来啊。所以咱要了解，哦。人无带衫回去，无带衫，啊无穿，啊阮规个道亲拢足好乐意，我阵道亲好乐意，后边厝边头尾后面大位拢大拢足好乐意，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辅助呢，譬如八个车，锦绣不离，点点锦衣啊，锦绣不离，众仙祖师，哦，皆归。强调自我自，哦，有德的人，有德的人，大家就来学落伊，大家就来拥护伊，大家就尊敬伊，有无？你看，孔圣人、颜如子、朱熹、曾子、朱熹，有大家作拥护伊无？哇，颜渊、朱熹高考一单数，表演才华，人不堪其忧，何不堪其乐？所以你看嘛。
但有出卖人才啊，台湾都尊敬的，伊呢，若要照正讲的，卖讲是三级的平民啊，五级的平民都还佫还佫还佫名佫，哦，唔够介人才，大家好咯，哦，所以唔免烦恼讲咱无钱，唔免烦恼咱傻，只要咱会，只要咱会晓去做，只要咱会去做，都予咱得，时间予咱得着，哦，三级。予咱来出世着，中途予咱生着，哦，大肚予咱得着，哦，拢得袂着的，咱拢真拢得不着，所以介重要，就是咱了去做这善业啦，哦，袂使一无，袂使一无做去，无去做，所以规情一直食，冬天之化，果性人将观天象，哦，所以规情一直，哦，就是要予咱啥？亲像上天安尼看，也是咱上天的这个感应，所以圣人呢，掌管天象，圣人头家掌管天的这个情形，发无哦，发起天叫天哦，过了空圣人，过了圣，过了这个妖帝，会当发天命，发天象的妖帝，人气内面控不住。无了妖帝，妖术来着。哦，啊无，眼恩效法什么人？眼恩效法顺帝。他讲，顺好人呀，不好人呀，有一家的就是，顺嘛是人啊，啊我嘛是人啊，我若要传安尼做，我来传安，有一家的就是，那可能一些到上天的，慢慢了解。哦，只要咱唔做。唔免惊咱无高位，咱若去做，咱就高位。哦，所以人来讲一句话，咱大家拢知，在生活带来，啊死嘛，大家怎办？哦，只有带电甲过厝电器，所以咱要带啥货？咱要带电，嘛到过厝。一个哦，一个老人，人来甲问，讲无啦无啦。你大家拢笑嘻嘻的，有啥物欢喜的？有啥物代志到底欢喜啊？伊讲无啊，啊我天光倒两项代志我选啊，食我选欢喜的，啊食我选烦恼的，啊我拢选欢喜的，啊所以大家拢笑嘻嘻，哦啊食啊足点心，啊咱嘛是安尼。天光起来两项代志我咧选，食选后天的业，食我咧选先天的业，哦啊咱呢就来选先天的业。火天的业，虽是爱做，但是这个火天的业里面，咱莫去违背，用心做代志，嘛另外一半是先天的业，哦，所以咱嘛是每一日都会笑伊，哦，大家过得足快乐，大家做足快乐的，哦，咱去做咱们，咱得到咱的心得，不足快乐的吗？都足蛮快乐，啊，所以就易经咧讲。就一定来讲，讲近处诸心，远处诸物。近处这个心，咱这个心，哦，咱别别一个人，咱来来做好诶，做歹，咱就来对着，对着地界，也就来生长天堂。咱若死了，到来登西哦，敢会登去？咱人先甲想者，近处诸心，远处诸物。嗯哼，我过去诶坚持。过去的信念，过去大德教咱安怎做，咱是安怎转去，啊，咱就会晓看。目睭是要咱看，孔子甲咱演讲啊，克己复礼为仁，啊，伊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，为仁有气，有仁何在？咱听着安尼足欢喜的，自早看见就开的，千问一目。老师啊，这我变哪做？伊才讲，为了不死。为了不见，为了不听，为了不懂，感恩的感恩是讲，回水不变，千事殊会。我难回虽然足憨慢，唔过我会照时间，你讲这话来做。所以，为了有时啊，啊这目睭就是为了咱看，啊咱就认真来看，哦，看咱的前人家安怎做，看咱大德家安怎做。
哦，我给圣人先生安怎做？哦，安尼呢，咱就会得成就。所以，近处诸心，远处诸物，不察民情，他敢支持？看，啊，好，无人做个安怎样？无人叫，乖，无人安怎样？是安怎在安呢？所以咱来了解，死之不变。你若了解这个真理，从这真正的真理来使用咱家己体外，哦，自自然然生活无为啊。无形中就是咱的感动啊，顺其意境，咱倒头前行，啊，咱拢无歪，行足正的，哦，真人自性，兄弟姊妹，大家都完成。天津他们知道，那安尼呢？做啥？咱所做出来就是十天，咱安怎做？啊，就照天安尼做。天安怎做？啊，咱就安怎做。天津他们的经济咁无法度，有，只是咱唔做。所以咱来伫遮慢慢活下来，卖卖钱，卖卖几多钱，唔长根。伊若无卖卖只钱，咱就较长根。所以咱的顶，哦，咱的经文书。咱的领袖，啊，咱的总长，他也安尼，失班搁再失班，因为咱听也不要做，听啊做，啊就是啥物，要互咱听搁做，听搁做，因为讲着转来，大家来处都不多啦，哦，真的来处不多啦，你万一讲我当食一饱，当食饱去。咱的生命是呼吸之间尔，哦，为了身体好，营养要好，明仔再来，明仔再过来啦，哦，我自己三明讲在运动，啊就拄着啊，就一日无来在运动，啊就两个钟，菜那么快上出来，那一个早啊，我嘛是安怎早，我唔都唔知影，我这个运，讲到尾变起来无，无起来食饭，你头先去叫到。拢惊下啦，要袂起来啦。太好呼吸。所以，咱的生命就是呼吸之间尔。咱若因为讲哦，我只用我的检查，拢前期无安全呢。你必然检查前期都无安全，就会得病呢。很注意，很注意哦。咱下面安怎就简单。哦，我的我老婆就前期我老婆就是安尼。伊可以讲唔清楚，这个话，伊都会晓拍火嘞，不要笑我，啊，人家笑我又敢拍火啊，到人拢无讲无落伊，就是拍火啊，就连主张啊。啊，下晡要转去，啊，来我阿姐啊，我兄弟刚刚来叫啊，啊，我阿妹来转去吃饭啊，你叫我哪样话讲，你明仔载才不来啊？叫转去吃饭，啊，半暝啊，我兄弟一到，卡电话搞，哎，阿妹那时来上课，讲你阿妹唔方便来上班，我都去咧。爱去遐坐啊！伊讲你哪样样，他怪问他啊，我来困啊，你甲叫哪样做啊？讲你哪在艰苦，我你先在困啊。伊讲无啦，啊多坐啊，坐坐等坐在扫，啊扫个尾头。我啊不来，我讲在你遐伊也出去吃。啊我那伊也伊都偏见咧，我来讲我咧，那你破病上。你啊叫去，你那边在吃嘛？去有三明，有破个国小三明国中，拢是偏见咧。哦，要吃要吃嘛，偏见咧，我。去开茶楼咯，去啊，来来来，直接做去尔。哦，啊，等一下，想看看，你转回来，你转过来，心内也想要转来，啊，等一下，来去三杯茶。我讲不然我早点点，就是不行。啊，等下看，这个医生讲，心脏血管阻塞啊，我跟种不一样的啊，哦，那种样，我讲叫我，哎，以后无搞病嘛，讲叫我再过小讲嘛，哦，啊我。在个香港，哦，啊，我就卡在那门顶，那里正天亮着，这毛道里面的老师，哦，底下做营业吗？啊，卡在那门，伊讲唔得唔得唔得，你在个香港刚报到，报到要怎样？哦，我叫人来留下来，留下来去珍惜啊！啊，伊讲营业啊，去珍惜去送，敢无嘅？伊讲营业叫人来，我们到遐叫你落下，甲天边去。都要不做包装，原来讲话哦。
边仔咧，内面杀死个医生伫边仔咧，安怎叫做咧？就无当叫个咧，伊是啊，所以就是咱就是无时间咧，哦。咱唔能讲，我身体作用很快啦，安怎啊？安怎？吼，有只卡变作唔知影，所以咱来来量早做，哦，量早做，所以呢，正价，哦，来，为正价得心，哦，得气，得心尊调咧，咱就注意流落，流落就活到啦，哦，不为伊主啊，你。卖免讲，我安尼做就是要后日成佛成菩萨，后日你就是要修行，要做求生了死，你拢无卖甲想切。哦，就事先讲，你无去甲想，你业绩就无去，你业绩就无去，你敢想讲我要转来要转来要怎，业绩难赚啊！你都不要了，老你他妈话真，我怎么来做做咧？修缘要卖甲想啊切，不为有主啊，一心作切。咱身为一个人者，一定要以心作志。明主伫这篇内面来讲，古天之圣人呀，必须先得教德，哦，先修教修，哦，天之上圣圣人一定要先得教德，啊，先甲教甲啊，先修教修，哦，咱一定要。所以，大圣行人爱是真行，但错赶紧错咱不会行人走。啊、哦，安尼心切，啊、哦，道心得地，安尼大家咧过得就快乐，人生就啥物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自证证人，啊、哦，一心作者啊，自证证人之位啊，啊，为证一直就是，大可以为证相信天下，啊，孝可以修身养性，独善其身，啊。孝可以独善其身，大可以哦扬善天下。你们讲，咱一个人会当怎个？咱一个人哪去度人讲话，度人讲讲讲经做做的哦，会当做作者，咱唔得有迄个感想，请请来。阮先生哦，身边有先生哦，啊，这李经理对啦，伊拢平静啊，平静啊，过来啊。伊拢倒出去讲经讲听，摕一个碗公去讲，讲去我人你看画一个图，我嘛是摕碗公是要画什么图咧？伊讲你画画一个就对了，我就知啦，安怎讲啦？画一个我就摕个碗公，伊就摕咧摕画人画咧，画个伊就讲你画破石字，哦，我画是破石字，哦，破石字就东西南北就干四方，哦，伊就这么讲哦，哦，啊干我想。你可以调咧，字咧你就搞搞，哦，所以念字嘛，唔免做满足这字，唔免，满足这字是文学好，哦，要做是哦品德好，哦品德好甲文学好有相像，哦咱来了解，哦所以这就是讲啊第十、第十、第十章，讲四三篇，你个一笔一画书无瑕。即种空性嚟讲，时间三百空八章，那么伊种讲起大体，四三八章一件一别是话书无瑕。三八章内面呢，一句话爱形容爱形容，到时间你讲讲啥个，互咱个心境、灵境、眼境，咱个思想多些了。书无瑕，这是咱咧讲啊，圣人讲出来，啊，这句话实在都是很重要，伊才甲讲出来，所以咱一定要去甲体会，慢慢去甲看圣人咧经典，你就慢慢去体会，哦，看了搁再看，看了搁再看，一情况发生，伊才伫电视台咧讲，讲伊敢若心经，这已经过来当电话听着，讲心经讲十五遍。啊！伊看唔知看几摆唔知，啥物人了？看搁再看，看再搁再看，温故而知新，如切如磋，如毒如磨，这样句话你怎个记的？哦，就无唔对。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难事。温故而知新，你要做人个老师，卖变国强。温故而知新，要学个真理来做咱个老师，予咱真正会照着真理去行。
因为咱未来生唔参精神，啊，你读过去的经典了后，会知哦，这句原来就是咧讲安尼哦，哦，安尼呢，三代精神啊，一直，哎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讲，孔夫子虽然是经一书的德容要旨，孔夫子来虽然这个时间一本册的内容的重要强调，啊、哦，咱了解。时间之为钱，供养就是财富，感发钱之用地，高雅钱之性情。时间这本册，那就是咧感发咱人的用地，因为咱真正用地用命拢无去啊。哦，所以他就急不滴滴，你先做他过来，不是急不滴滴，因为大汉的急不滴滴已经伫真实用迄个时阵。哦，就回去了。啊，叫航母甲火烧，就烧了去啊！真是哦，将所有的经典甲抛去伫航空局，甲砍伫航空局内面。那么，这个啊，这航母呢，攻下了航空局，伊就是去甲点起火去甲烧。啊，烧了后，知影讲，迄内面拢是经典。烧了后，万里无叫无去。独独失去吉不滴滴两种吉不，即除了不约了后，你才能真正知影。哦，所以后来子孙来不识吉不滴滴，以不识吉不滴滴来讲啊，哦，吉不滴滴已经无语，汉上接触点自己一步子啊，哦，以接触因老师听不出的意思来改过了，哦。所以吉不滴滴者人哦，你那叫还有，所以这就是伊两个改过，伊个主述来因是林老师讲的话改过，哦吉不滴滴。后来鲁先生才知影讲，主述写的是吉，属于吉不。伊当主这个鲁先生他过来，回来个定写定无无吉不滴滴，无吉属于吉不，唔是吉吉属于吉不。哦，空性人呢是一时不起温，阿到底下烧过去，即系即主主带来火，但火即起温，即时不起温。哦，这个是我的话，这个是即个对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比如咱的用地，哦，都要咱的哦，或者是用地，那都要咱人的性情，用地会当真正显出来。啊，真正咱内面的自信，甲因伫外口的情，才会当甲咱体罚，甲咱去陶冶，伫遐甲咱浸，甲咱洗，哦，陶冶，甲咱浸，甲咱洗，洗完清气。素人之本性，不得受到欺骗，哦，欺骗苦不了白这个境界。是咱人的本性，不能去有欺骗苦，不了甲咱蒙蔽。咱今仔日个遮凄惨拢是安尼，哦，咱真正，你人讲讲一句土话，我咪惨咪咪就是安尼。啊，事实个代志啊，你叫欺骗富呀？上天降下我直接对我到天皇，讲玉兔埋金，不得金狂威心，不得寡从中华。唔是，空性人呢？你利益偏袒人讲啊，要闻得实属可以。会知影听着做，你会当了解，人人伊讲伊讲安尼可以啦，你一定了解一切，啊，啊所以咱人讲啊，书之有道，是恶之我一讲，比较有理啊。真正有道了道学道的人呢，那爱搁定义用义，义甲实，恶义恶实者，哦，义甲实这两方面呢。讲甲讲伊听袂落，所以咱收着人，咱是什么？爱看会开，世间人叫做是无，无啦。第二个就真正唔同，都唔简单，你才叫无是，要无人叫无是，无啦。所以，伊讲叫做多，是出好料还是第二个？就讲，哦，书籍有多，是恶的恶者，比较有理啊。你若等于你若到世事的人啦，你家己看命就是安尼。
正。所以多重要，伊爱排流，伊爱无重要，伊爱无重要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未使不了解啦，不了解咱就继续另外一个啊。你都要好个，听真哩要好个，是要互咱了解啊，替我来了咱来了地良灵啊，哦，互咱真正自信受到锻炼了后，陶冶了后，咱会清醒起来，如梦初醒啊，哦。人讲莫过神仙啊，会知影时来讲经，啊会暗时来讲苦，啊袂当时啊甲讲过，暗时甲讲经，咱唔了会使。你了解？人困咧足清醒个，真困，声较大声，讲完了后，你才通精神啊。所以莫过神仙，迄人有敢讲个啊？哦，用暗时啊讲苦，哦哦，苦。哦，过安怎样？过较沉重，哦，过较沉重。所以，这人拢作用伫遐，哦，咱一定要了解，会使唔了解啦。不治无受，疾病甲不药会甲咱哦蒙蔽，拢会当回归善良个本体。读诗经了后，咱会当陶冶咱个心身，哦，咱个身心，所以，互咱个真正。哦，自性的本体，当回归了上善良的本体，所以圣人在修习这个时间的时阵，就以快乐的概括为出下的标准。圣人哦，孔圣人修了国了后，都不能脱离天啦，才重点就搁回归到来我国，到来三思书典那个做成就，所以写思书。加这个时间了后，理论上，哦，伊就是概括，哦，为初下标准，卖甲三度那个，二就给了，就给破除了。这就是圣人，因蒙圣人为有正德之良好人心呐。这就是圣人啊，心殷勤希望的。世间人具有正道的良好良心，所以孔子孔提出诗经，诗经专辑的宗旨，所以孔圣人他提出这个诗经啊，专注经的这个宗旨啊，互恁去解，互恁去了解。好，书无瑕三字来提醒世间人，哦，这书无瑕三字。真简单的意思，予咱每一个人看到拢会当了解，毋是讲的是咱易经遐个认识，从古文观止遐个认识的物件来提醒咱世间人。哦，书无瑕者，哦，成也。书无瑕就是成心，成也。成者变如心，其心者心之体，成在你的心内面。这个心呢，是咱这个心之体，心是心之体。啊，其心所，其心所见，其啊行无，即其行为即见。心所哪见，行为就见。你心哪会想歪，你做出来就袂无歪。心哪见，你做出来就见。咱咧修板车嘛，小声咧；啊，咱咧人生嘛，小声咧。哦，你咧爱遐物件，你就是买，无买就别买，是一定个。哦，啊，若心静咧，你就别做这个事。啊，所以咱咧平安咧，啊，所以未使不去甲了解。心思若静，咱心里个静，中央话就好咱。行无心，行无为。心行即静，啊心对心若行，啊行为伫外口，心做出来伫外口。哦，其心不开，不听心的指示啊。这个心未使无听心的指示啊。心教你安怎样，啊心就变做安怎。这两个是一个。哦，故心所静。啊，必无善
心思若清，就无邪念啦。哦，就无邪念。人生两件大事，人生两件大事，生甲死的问题。人生就是安尼尔，生甲死的问题，这两件大事。就生已经成了事实啦，人生已经成了事实，生下来就是死啊，搁出来就是死啊，死无了。要安怎死？要安怎死？鬼的何处？啊，这要求这个，啊，不是讲我有钱人请人去死好对对，啊，这讲出较歹听哦，这种世俗的方向的，要么就是这骗人的，真正是咱人传人去死哦，我娘子，你做很多事，我讲，你敢真那么早去死啊？无啦，就安尼念，我做安尼念，我母嘛是安尼念，啊念，我就安尼念啊，我就安尼甲菜，我等唔得，我嘛无法度。我那是真苦不死啊！啊，今仔日拢，是我无机会嘛，就食三，我妈同你讲，啊，你嘛是一来甲讲啊，我就安尼干脆我嘛，我反正只要亲戚下来，我就安尼煮，我也无，也无无无迄落讲嘛，我也无甲偷偷懒，我无甲煮，啊，我就只要念，念念等唔得，我嘛。哦，所以就迄个啥，我了一个玉尊先生，哦，因老爸胃苦嘛，啊，我迄阵啊独亲啊，啊，大家拢去甲斗厝啊，啊，我去甲扛迄个啥，哦，扛迄个扛门口啊，啊，就安尼念，安尼念啊，来拄啊就好啊，太扛你扛到做扛到半路啊，拄啊就好啊，啊，大家拢扛起我啦，啊，我就扛慢慢，我讲你去甲扛顶死我嘛，哦。啊，唔过哦，我听你咧念，那就看到个什么大什么花去呢？哎呀哎呀，你唔好讲哦。啊，真个哦，但我请阿德西方面开一台话事情啊，今仔日我听你咧念，那就看你第一去呢。哎呀，来，我讲，啊，我听你个耳听啊。哦，所以讲是嘛，世间矛盾的代志足多啊。你讲小世间矛盾的代志，所以只来求得你教真理安排，啊，只有教真理你做，你到我同求，请我求生了事，无你今天来想，倒落来来想，哦，破字、新闻字、新书字、编编字、读文字，中央的步步功夫，安看破字、新闻字、新书字、编编字、读文字。所以读经摆在后边，你一定要破下明辨信书，信书摆在啥？你听到是啊，你甲心甲心接触嘛咩？啊对呢，啊再甲明辨，看安对唔对？破是新闻字、信书字、明辨字，哎，读经字摆在后边，丢过来做，唔使恁读经甲讲经过，是多积钱，非多积钱，无矛盾。无威信，哦，咱个前，咱个，哦，哦，咱个前妻，咱个副前妻，咱个点门师，哦，咱个娘亲，咱个大舅，伊袂骗人啦，骗人你差袂多，看我这里对，哦，像我来遮讲袂差袂多，我来啊，我你头好包浆包我啦。啊！恁那边就是更重大钱，我不敢接。啊，姐姐，啊，这大家是不是个呀？我讲我好像大门进地啊，讲我买家该不该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所以都要的啊，要的。哦，修哥是不是就是安尼啊？哦，所以就是这样子，一定要了解。哦，所以呢，生都已经先出去了，死要归到你。哦，只有良性的归向，好心只有良性的归向。死后我带了人间一丝一毫，人间的一丝一毫都不好的。
哦，人生是在得奖中求应的，故必须思无暇。真正的代志哦，阮一个求无，啊，阮一个求无的孙啊，过来伫，过来伫一角，也毋知啥物原因，怎死？哦，伊求无就即个，阮要来甲看啊。哦，啊，就阮求讲，就我来甲看啊。看了后咧，可能有烦恼。从转到阮，转到阮，阿袂，要大声喊来，我叫听。啊，听，阮先生了后，有迄个急救医生来，无啊，啊，怎死？啊，死后，阮舅公就讲，哦，要甲开啥话，也无安怎嘛，安怎？好，对，甲要从观察，足好哦。好，阮舅公、舅公在那跟前那边，无法个好哦。啊，就甲穿甲足水哦，啊，就去甲做。你为做了了，毋知几冬，讲啥物，做伫遐第二摆啊。我去甲做，哦，我是无去看，我听你讲，迄衫裤足水个，迄穿棺材足水个，迄裤身足水个，啊，我也去啊，啊嘛是去啊，哦，我嘛是我个去啊，是嘛那了，拢无带衫去等，带咱做过程，啊，带来放伫等伊啦。真正我着人先爱甲想者，爱甲想者，咱是着一直甲想。到底咱后生要创啥工，做啥工？哦，我听你讲啊，对面咱的后生对面咱后边，哦，啊，咱对面咱的前面后边，这一定对面。啊，蛮好，你等于讲单单你一个人哦，都没有同伴嘛，安尼呢，就无咧。一定后边，我对是后边啦，你等于到空点，还是怎样？这点还重要。所以这就是第十章，第三章。得其一简，结其一言，明辨其不义；得其一典，结其一类，究其千言。啊，所以这章就是在讲咱做人，对吗？爱有德，爱有德，有德来辅助咱。哦，咱才住人间，住社会，人特别。平时大家，所以这阵是孔子评论了哦，法治甲德治的这个二十摆哦。你讲我拢总是修法律的，你讲伊修法律无得卡，伊做唔到人才。你若讲我拢作修道德的，阿了解无了。啊，你若讲我拢作修法律的，我不解。你若讲好。我什麼什麼經什麼經都讀過，我未讀過，我未讀過啦。哦，經讀過是你的文學好，哦，你有咧做，你的德行就著好，我也會讀了。哦，無相像的，哦，迄道理內面哦，你咧讀過就知影。哦，道德歸道德，文學歸文學，哦，因為聽孔子安尼講啊。哦，天人合德，树德主，树古物人德基业，树君人其其心，五品高其有行，虽万比下，无必有其害。头前还是德，后边还就是文学。虽万比下，无必有其害，就是啥？哦，德主人之好处，即得见于行万代久，一切人行无劣，即个好。地主心最好处，得敬礼性还代久，以亲仁，遐就是德行，遐就是德德。啊，只要做了，也不无力，够有时间，咱那个来学文章。你欲做啥博士拢会使。头前这若无做，你做啥博士路用无？无路用。头前只爱做，地主一定爱成绩好，出绩多，敬礼性爱还代久。以亲仁有德有德的人，以亲仁有时间，达去研究文啊。哦，这人圣人就是安尼甲伊讲啊，若无重要，咱袂听。一本千两千外里来，咱要过头路啊。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哦，《礼记》注一篇来讲，夫教其一德，学其一类，即民以德行。这个《礼记》里面。啊，《礼记》里面注一篇里面讲，
福高级的咱来吃，拢叫咱着爱认真，无叫咱着爱遵守法律。会认真的人，就是遵守法律的人。哦，将法律甲包伫咧内面啊啦，你有德有德，你就去开发，啊、哦，这定得去啊，啊、哦，所以，过来呢，不足不足，难来变。你是啊，你啊，你就是要让你行，哦，好处甲安全处讲嘛，切记好买，为什么呢？去让你家己的思想恢复了自性本体的你，达到一个境界。好、哦，这拢是空性的，甲因地主讲的，还无要甲地主讲哪话？哦，讲修身入德上重要，若无甲地主讲哪话？哦，伊在恁叫的地主去做官，恁地主讲唔嘛，恁国无爱啊。著述这条开始，哇，我书记名是著名，这叫这条开始做官，啊，这条开始老师讲，这些话我认识，我不自信啦，孔子欢喜啊，欢喜讲哎，这这，哦，所以咱要讲咱读册啊，你看咱个体会，哦，其他了解。也对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在讲啊，咱们若安尼，咱们若安尼，民有德性，自然的用心结果了，哦，高级一切，阶级一阶级一些，即民有德性，即民有德性啊，哦，高级一点一切，哦，拢讲正言讲法律话听，哦。即啊，阶级一行用天法来辅助的，那么这人呢，就会想讲：啊，那我哪做个什么证？心安怎，我就别安怎做事。所以人来讲这个话，把好多的人拢坐在法律的边缘呐。啊，伊有办法就来，你知我安怎想啊？啊，咱唔办啦，咱唔办啦，咱不要去想啊，啊，咱就卖去做。拢照规定来做，啊！咱咱在做咩事啊？哦，你管你管到定到密密麻麻，甲咱拢无关的。真正啊，咱照交通规则安来行，加咱咱袂违规。哦，人个着专门家己家己遐等啊，即摆拢袂四块四块，四甲块伫遐等，咱着在遐等。有够中间一分钟、两分钟呢，迄伫遐等嘛是拢一分两分尔。哦，啊！咱着在看伊唱的。叫我过来唱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也是嘛，咱一定要了解，未当无了解哦。咱若无了解，就必定人家滴啊。正正有本章所说，哦，意思相当，交本章咧讲相像。所以得其一切，结其一缘，就是佛家所主张的法理。得其一德，结其一类，就是儒家所讲的德理。所以今仔日道讲在书里，咱大家用教德来行，教德来行。所以这都是德理，德用德来治咱的心。咱用德来治咱的心，咱过了就心想，大家都笑嘻嘻，你都没烦恼，哦，没烦恼就是心肌梗塞。你莫讲我无食粥。我会拢读啥个呢？不见得。你感觉烦恼会就落去啊？烦恼血压就升高、升悬，哦，甲卫生拢讲你放宽轻松的，啊、哦，蛮烦恼。你讲啊，你现在做阿仔，你唔是食菜咧？你以前来甲我讲食菜，你买哪只怪？你讲无蛮多啊，我都全部做侪，是啊，大家做烦恼个，你是唔烦恼？你会要带来快，修行的境外道，上海的欢乐，明白吗？我真的，我这马上关到鬼，好像不错，人家不做阿多，做阿多我没做阿做，我这他妈我没做阿做了，我嘛是他妈公都要没做嘛。难说，你没欢乐呢，欢乐我阿多你都不错啊，那无他咯，我做来做医生啊，啊干公，第一做爸的。
我讲我无管你吼，遐济护士，遐济啥个爸爸，你知啦？你甲只护士，安尼乌龟咕咕来来，咱来笑啊！我讲来来，恁都叫来当，你也毋是错了啊？你还袂错了，还笑啥？唔知啊，你错唔错？一定是啊，我若错了好啦。我错了，你唔错我，我嘛是自家做面面的，我嘛是无钱啊。啊，唔是无啦，我上大，我唔用啦，变成大妹啊。哦，是嘛？所以上阿飞啊，哦，上阿飞啊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，也使可以了解，多是一点，节制一点。哦，即自家主张的特质，孔夫子认为要使社会安定，先发的只能受教，事后定发的效果。只是一件治标的办法，但人民的犯了法，犯了罪了后，为了拿法律的制裁，一定想办法哦，躲避这个刑罚。这样人民并不是违反法，就是款见笑代志啊！如果是用政治、德治用道德去讲话，哦，用礼去教育，使人民知道犯法的见笑，以主动改邪归正，这样岂不是受到修身护法的这个效果吗？这才是治本的。所以只想发生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得地甲发地，唔是要地标尔咧，咱就是要地本。所以咱今仔日得道、修道、学道、修道，就是地本啊。唔过再来轮回，就会唔过再轮回。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是啥？哦，啊，是啊，你讲这句话，我应该记得。我打光山来帮你去，我老你去，我来帮帮。你走就走，你走会行到行，别行到往边边边在往路啊。我这几路恁绝对袂使，对啊，本来就是安尼。我无去遐讲啊，讲你安尼讲好，我感觉反正足爽快，足爽快。你啊，这几路走走，别行到行，别走，从安尼食到，别走，用行，直到大埔嘞。未行用笔，哦，未笔用完，用完用完，一定要等伊，不等伊，哦，真正，也是要过这机会咱唔知，后天等伊呢，要过来出事做人，要来出事做人，不是保守的在咱人类的心中，唔是把自己的手面呢，你也了解，一定要看，无结婚的人一大堆。结果有娶人，唔生人嘛一大堆，哦，当机会唔结婚，哦，当机本来你就欢喜的，结婚三个月就离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本来呢，结婚了后唔生嘛一大堆，啊，要生一个，啊，生一个两个尔，啊，你想？咱若死活，你讲无法度，咱西方啦，走去对岸啦。啊，咱毋是想过错，咱就通排个人要来啦。啊，你暂时来排着你。你若搁排着，咱搁有心讲，我要爱查某个，我要爱查甫个，啊，你来搁排着查某个，哦，就简单。哦，三两下就给你清理一遍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个科技就发达，所以是嘛。倒来求着啊，啊，搁怎样收？爱着爱着，还是倒不如的，还是等等去。无咱真正袂等去啊！哦，这一定袂使不了解，哦，这袂使不了解。不了解呢，啊，就是吃亏是难看。所以控制主教得地的原因是啊，高德是一定，哦，修仁德、天德、德。哦，多钱一点，是要修天修仁德来学天德，修仁德要学天德，修咱的仁德要学天德，修咱的仁心要学天心，
修咱人生要踏踏真真，修我心要合天命，修我的心要合天命，返本返无大。啊，你姊妹，你茫想讲点凡事到天命尔嘞，咱拢无天命嘞，咱大家都有天命，天命之微小。我讲点凡事，点凡事到天命之微小，无啊。对我们来讲，天文之微小，大家拢有天命。实现之微多，修道之微高，多也只不可思议啊，可理非多呀。你那边，你说。中央大学论语名篇，你都甲背，搁再来读，研着甲读，研着甲看，研着甲背，啊，你若唔捌，搁要起来看。哦，研若考唔捌，搁看无，我要听咧。三弟，你只管输面，你准看着咯。哦，我若多看也会晓诶，我才听讲。哦，愈看你愈深切，愈看愈愈爱看。哦，那我们再来讲。假的你也不管啦，我亲到了五个不明显的，我那神经呢？因为老师们不清醒，我们一无发现，咱神经挂了，我那都做神经的，很奇怪，真奇怪代志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一定爱看，一定爱读，一定爱念，一定爱修，难假的等真正等起啦，那我要等到天时，我把你。你看，你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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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调，起调，起。